基隆就业中心将和全台最大物流园区永联物流开发台北园区合作，将在8月19号以及20号连续两天下午1:30到5:30，在新北市瑞芳区丰子赖路1巷1号的永联物流开发台北园区举办联合征才活动，包括永联物流开发、特捷物流、爱立运能、台湾迪卡侬、全台物流、全勤物流、DHL、台湾敦豪供应链、全联实业以及美商雅诗兰黛等，总共8家优质厂商提供172个职缺，其中包括起薪最高60000元的仓储物流经理职缺。这次基隆就业中心呢，跟我们的永联物流开发公司联合办理了这一场的一个联合征才活动。那这个活动呢，总共我们邀集了有8家的厂商。那这个厂商里面呢，提供了172个职缺。那这职缺里面呢，有包括很多的一个中高阶的一个职位。那当中有包括一些物流啦、仓储啦、行政，那甚至是设备的维修。还有一些运输等等，那这些的种类呢非常多元化，也希望说提供我们一些求职民众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职缺机会。那希望在待业中或是希望转业的这些求职朋友呢，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。为了方便基隆市民前往求职，基隆就业中心也将提供免费接驳车载运基隆求职民众前往园区，呼吁有兴趣的民众在8月18号前报名接驳车的服务，也欢迎自行前往参加。我们是在8月19跟8月20的下午1:30到5:30，总共有4个场次。那也希望说我们想要求职的朋友呢，利用这个时间，在我们星期四，也就是8月18的时候呢，提前先来做报名的动作。那这报名的动作，除了我们在海报上面的 QR code 以外呢，在我们台湾就业通上面也有相关的网址可以做连结。那如果说真的找不到，没关系，欢迎打电话到我们基隆就业中心2422-5263，请我们的工作同仁来做协助。那当天呢，我们这一次的联合征才活动，我们有接驳车。那这接驳车的位置呢，就是在我们的基隆就业中心中正路102号，好，来提供来回的一个接驳。基隆就业中心指出，这次开出的职缺还包括有仓储管理、行政客服、运输服务和设备维运各方面需求人才，例如贴标和组装人员、堆高机操作能力、仓储物流能力、运务室以及行政专员和自动化设备工程师等等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